尖锐，在心里搁浅，寂寞时特别强烈，呼吸刺痛纠结。有一些项链公式化出现，计算出快乐加冕，是痊愈还是伤了在放了之后才清醒，放了自己，放了回忆，放了那配不上你的伤心。你该诠释的不再是悲剧主角的残影，而是新的自己。放了自己，放了回忆，放了那配不上你的伤心。